大家好，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很高兴再次见到您。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这是今天的新闻：王一博的跨年夜，纯白的茉莉花下，有人在夜晚破茧成蝶。前不久，内娱刮起了一阵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之风，无数粉丝提名自家艺人成为那朵茉莉花，意味自己内心深处绝对无瑕的存在。 各花入各眼，王一博粉丝心中的那朵茉莉花，自然是王一博。二零二三年就要来了，等待了许久的跨年晚会夜终于就在眼前。王一博会在东方卫视表演自己的新歌《像阳光那样》，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曲目了。在达成了第一天销量不到九小时即拿下二零二二年数字单曲冠军的漂亮成绩后，有更多人这跨年舞台产生了兴趣。对于天生没什么乐感的网友来说， 听歌总需要一些辅助，电视剧、电影的 OST 要在特定的剧情下倾听才能产生乐曲共鸣。而对于王一博新发布的《像阳光那样》，则是迫切的需要一个可以诠释歌曲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就要来了。因为是录播，所以王一博的宣发博那是早早的就公布了王一博的排练现场。虽然不知道具体表演的时候王一博是什么造型，可在排练时，王一博一头乖乖的顺毛。 白体恤、白衬衣、黑裤子，戴着口罩，脖子里有着万年不变的小骨头项链。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该是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王一博了呢？曾经的王一博是绝对明艳且张扬的，他化着浓妆，爱豆需要足够浓的妆容才能够在舞台上不被吃妆，眼影、眼线、口红一个不少。王一博是少数撸完了全妆却没有丝毫娘感的男生。后来的王一博那是走进了另一个极端。 从爱豆王一博到了王大爷也没用多久，大家不但看不见王一博脸上有任何妆容，甚至连个可以修饰他眼型的内眼线都不画了。从极致的明艳到极致的清淡，粉丝们虽然适应良好，但毕竟还是会想念。倒还真是少见王一博这种清清爽爽、一身纯白的造型，像是刚从校园出来，身子稍显单薄，没有曾经为角色而进行的增肌，整个人那是干净又利落。 似乎还是个来到娱乐圈一游的懵懂少年，很难想象这样的王一博其实已经混进内娱十来年了。可他依然可以将自己的状态随着需要切换为角色，他可以有满身肌肉，即使被黑子嘲弄他胖也不在乎；为舞台，他可以单薄如纸，只为了可以呈现冬日不屈后见到春天的抗争，像阳光那样需要一个可以深入人心的舞台，像五感。 一般给到所路人一个铭记于心的表演，是唤醒，是希望，是破茧成蝶，是初生暖阳，是冬雪消融，是所有苦难的结束，是所有希望的开端。王一博的舞台从来没令大家失望过。他十三岁因为舞蹈来到娱乐圈，在《蓝忘机》之前，王一博的出圈就是因为舞台。在舞台上表演是他绝对的舒适圈。期待着像阳光那样，会有怎么样精彩单位表现。 那如玉一般的少年郎，那纯洁如茉莉花的少年郎，将会用他的舞台展示何为破茧成蝶。